一只小奶狗能有多乖？安安娜，走呀，陪我一起去吃饭。安安娜，店里也不让你进呀。这样吧，你在外面等着我，好不好？你不许动，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哟。那我去喽。宝宝们，我回来啦！你瞅啥呢，大哥？我好像忘点啥，咱咋想不起来呢？没有啥印象啊。算了，先睡觉吧。找到家了啊？喂，你是安安的主人吗？啊，我在外边。你再不来，你的狗就要被别人撸没了，毛都撸没了。啊，好的，拜拜。等一会儿吧，我陪你等一会儿。我来了。谢谢你，小帅哥，拜拜，走吧，安安，对不起嘛，要不你吃点东西消消气。今天安安去做了手术。啥眼儿呢？太厉害了！哎呦！安安呐，你连小可爱都害怕，那一会儿手术你怕不怕呀？咋录了吗？来。好了，安安，不怕啊，不怕。回家了啊！安娜。